心间往心在跳，突然不重要，像个汪汪叫，哎呦，然后傻傻忘记你镜中靠，只会出现好多的气泡，每个写的我的感觉就是飘飘飘。听见的声音一点点清晰，你的呼吸像雨滴深入我的爱里，真希望你能想不停让下
千军万马必白袍。这句童谣说的就是陈庆之了。陈庆之北伐的故事早已为人所熟知，本期视频咱们就从一个侧面来看看陈庆之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这就是陈庆之北伐中的最后一战河阳之战。洛阳在古时候号称天下之中，位于河南西北部的三川河谷之中，处在中条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间，黄河、引河和洛河三水环绕，从先秦一直到隋唐都是天下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洛阳周围，潼关灞桥函之险为洛阳西方门户，潼关中虎牢居嵩山北路与黄河之间通道为洛阳东方门户，通山东一区镇龙门守嵩山与熊耳山之间阴河河谷通道为其南方门户，同汉江平原孟津渚其北鄂黄河渡口通河内河东河北，东南还有广成关及临汝南和轩辕关控制由汝河及颍河方向通道通黄淮平原，所以占据洛阳足以断天下之妖精，战略地位之显赫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而作为洛阳北方门户的孟津是中国历史上一重要地名，昔日武王伐纣与800诸侯会于此地而闻名，所谓津即渡口，孟津即黄河上最重要的渡口之一，与共称孟为地名，在孟至津谓之孟津，具体位置在洛阳以上，地处中原，是洛阳所在三川河谷北方的重要隘口和通行要道，从孟津北上可直通太行八景之一的天津关。对于控制洛阳来说，天津关极为关键，因为山西这个地方有表里山河之位，可利用太行山对河北河南地区呈险胜之势。如果
Thank you.